师傅，吴福这人心性难测。李乔，这就是你的短剑了。你仔细看，只是一缕灵气，不光将内伤驱除，连修为都精进了不少。多谢小兄弟。不必了，要不是前辈帮忙，今天怕是要付出不少代价。本以为只是一个小喽啰，没想到居然藏得这么深。看来除掉他的计划要加快了。要怪，就怪你不该有如此宝贝。我们回去吧。李乔，该走了。来了，师傅。会长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会长再见。走，我们去庆祝。那个新人真是厉害啊，一个人掌控全场。不过我听说前段时间还是个废物来着。管他呢，能给学校长脸就行。哎呀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别高兴太早，等会儿来学生会一趟。干嘛？恭贺福哥凯旋。恭贺福哥凯旋。恭贺福哥。周探，你是来干嘛的？有事吗？福哥，你笔试期间李梦瑶去过你的房间，那小娘们串通贺天罡想污蔑你，还好我和我舅一早就发现了。贺天罡吗？还好没帮着陷害吴福。福哥，李梦瑶我帮你关在宿舍了。算你有眼光。应该的。吴福，别忘了来学生会。哦。你们最好给我开门，不然后果自负。算你们是小。你不是要死了吗？贺天罡呢？贺天罡，贺家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怎么可能？吴福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贺天罡让我这么做的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好不好？你真是。吴福。带上你的东西，滚。刚才动静那么大，怎么突然没声了？嘘，小声点。里面发生了啥呀？吴福，我发誓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探哥，要不我们还是撤吧，吴福不好惹呀。福哥。哥，怎么样？看得出来我有什么变化吗？有什么事吗？福哥，我变强了。像你这种实力，怕是连小哈都打不过。不可能！再怎么说，小哈也只是一只狗而已。是快突破了吗？对了，福哥，刚才有位学长找你，要是没什么钥匙，让他等着。他可是学长啊！既然是想见我，那就让他自己来找我。啊，对了，许晴晴。
你知道吴福的真实身份吗？嗯，你在调查他？没啊，只是例行调查下，毕竟家父想见一见他。你不是厉害陆家的？你或许可以猜得更大胆一点。陆，嘘。最强神王每周六周日更新一集，看我仗剑都市，成就最强神王。传闻陈大师是内劲巅峰的高手，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，少年宗师啊！阴煞古鞭，什么东西？邪招！嗯，你们竟敢加害无期，罪不容诛！就连斗雀宫的古武巅峰高手也做不到这种程度。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，那就只能灭族了。金戈铁马战不休，纵横疆场数风流。各位兄弟，今日定要扫天窝贼。流浪孤儿竟能手到病除，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。邪鬼正面刚，我是平安镇的警探泰伦。发展刀鸳鸯月，地下拳赛鲜血飞溅，文圣拳空手道，各路高手擂台激战。谁说传统武术只是花架子，技上拳台，生死勿论。今日看国术如何成为功夫之王。史上第一祖师爷，我麾下弟子出手，谁与争锋？乖徒儿们，快到为师馆里来。